为一个终极粉，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请大声告诉我。汪东城回归，汪东城回归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希望这汪东城能够回归吗？不过东哥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小了，毕竟今年东哥好几部电视剧上映，而且都非常好看，没必要浪费时间等终极。他演的什么都好看，比如《镇魂街》就非常好看。陈一如大家也都知道，终极系列是现在不断消费情怀来捧那些新演员，而且还时不时的借助老演员的名气来捧。比如《终极一班五》中的陈一如的王亚瑟回归，就是当听到陈一如要回归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终极粉的心跟小编是一样的，太期待了。前半部确实挺好，但是王亚瑟送了个装备就走了，后半部跟两个剧似的没看头，还消费我们的火焰使者陈一如，类似于消费情怀的时候太多了。比如终极三国的那个草吉利、金刚姐姐等都曾回来出演过终极一班，但是反应平平，剧情实在不给力啊。还好有东哥，即使剧情不好看还是可以看东哥。跟金宝三的相爱相杀吗？你们说对吗？汪东城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终极五陈一如回来了当导师的，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时候的情怀，怀念已久的亚瑟王。而且看现在终极五的剧情，王亚瑟已经去寻找拿回时钟剑的方法了，但是终极五已经完了，看剧情的终极六应该会回归，然后继续担任终极一班班导。